我是化工厂出现火灾。兄弟，去哪？哥，能送我去化工厂吗？行，上来吧。谢谢啊，哥。哎妈，小翠肚子不舒服，要早产了，你快回来吧。我有姐姐任务，忙完就回去。妈，哎，妈，叔叔送你去哪？去化工厂。我媳妇儿由我妈照顾，我有我的责任，人民需要我，人民需要我。兄弟啊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哥，快开车吧，没时间了。兄弟啊，到了，谢谢啊。叔叔，等一下，你还没给车费呢。哎，你这孩子，说啥呢？我没错呀，坐车哪能不给钱？300就行。你，哎，哥，孩子说的没错，但我出门比较急，身上没带这么多，下次行吗？不行，你留个电话地址，万一不认账怎么办？这样，我把我的身份证压这儿，上面有我的姓名地址，我先走了啊，咱们回头联系。哎妈，小翠生了，是个儿子，太好了！多亏了你那朋友到咱家来，把他送到了医院，他大出血，他大出血。你呀、啊，身份证落人家车上了，人家给我了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。